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就是 Dylan， behind the camera 是叫 Kelvin。今天这个 video 是我们2022年最后一个 video。我们今天要介绍你的一个屋子呢，是在圣拉丁一间单层半独立啦。Before 我们给你看我们的 drone shot， 如果还没有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的话，记得要 subscribe。现在我们就给你看一下这一间屋子的 drone shot 先吧。好的，我们这一间 single story semi D， 它这个 location 呢是在我们圣拉丁的 phase 7。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进来是一个很 extend 到完全够够的一间屋子来的啦。Example， 这边其实不是我们的铁门哦，我们先进来先吧。进到这个屋子来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awning 是已经 extend 到很外面了的啦，它的 awning，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我们屋主种花的地方，然后还有这边都是啦。因为这间屋子呢，那个屋主还是住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就没有拍到太多东西，这些花花草草就拍给你们看啦。然后真正的啊，还有啦，来玻璃的围墙 ，OK， 然后呢，这里真正才是我们的铁门哦，铁门都是这样的啦，铁门还有挂着花花草草的咯 ，OK， 这样我们再进来吧。这边呢，本来是车房，现在也是 extend 出来变成一个休息的地方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我再给你看一下前面这边还有一个池塘，还有一个 pond 这样啦。你看这个，哇塞 ，OK， 然后这里有养鱼吗？啊，这边还有一个给你一个 golem 啦，我们直接讲 golem 比较容易。好的，这样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吧。的进到我们的屋子里面呢，它会有两个，算是两个客厅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第一个客厅，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大很大的。你看它的沙发可以多少副？一二三四五副沙发啦。然后coffee table 啊，你看 TV cabinet 啊，都会在这边。我们就再进来。这边这个屋子呢是四个房间两个厕所咯，所以刚才大门这边会有一个房间。房间的话我们也没有真正要修啦，因为还是有人住的屋子，所以我们这样大概这样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门口这边会有一个 bedroom， 然后呢我们再走下来，这边又是第二个 bedroom 咯。OK， 这边是第二个 bedroom， 我们也是这样而已啦。然后这边去到我们的那种 dry kitchen， 这样它是一个玻璃的一个 partition door 这样啦。OK， 这样我们再进来吧。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它是像 dry kitchen， 不过也是一个 sitting area 啦。好，这样我们再进来。Dry kitchen 这边呢，就是反正会有他自己的洗碗盆咯。好的，这样我们直接再进来。这边还有多三个房间，所以它是 4 plus 1啦，所以我刚才是讲，一二三四五，所以呢，所以它这个屋子呢是像是 4 plus 1这样啦，其中一个房间是做成 store room 这样咯，所以这边有一个房间。这边有一个房间，
这边也有一个房间，所以总共是 4 plus 1， 这里就是我们的洗手间啦。洗手间我们就没有给你们看，现在呢我们就去我们的wet kitchen 后面咯。 OK， 这样我们出来吧。所以这边它也是 extend 了，不然这里的话是去像我们的 carport 小的啦，所以这边是已经是 extend 了。这样我们进来，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口那一边，门口那一边进来的时候咯，本来是 car porch， 现在也 extend 了， extend 了，然后呢你看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space 来的啦。 OK， 这样我们就走回我们的 wet kitchen。 所以这边进来，这里就是我们的 wet kitchen， wet kitchen 很大啦，这洗碗盆全部在这边， collection 也在这边。好的，这样我们在这个算 wet kitchen 了嘛，其实后面呢有一个 wet kitchen， 所以里面有一个洗碗盆，这边有一个洗碗盆，这里呢还有洗碗盆，所以这个才是可以讲的够力的 wet kitchen 啊。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很多个灶台，这边有，然后这边有像我们 restaurant style 这样的感觉啦。所以这边才是真正的 wet kitchen， 也是 fully tiled， 然后 awning 全部都有了的啦，都是整个 extend 到完完的那一种这样。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就是 extra 的地方来了，就是 storage 箱咯。 OK， 冷气呀、啊、都会放在这一边， original wood 身是到这边啦，然后这边全部都有 awning， 全部都已经 fully covered， 水都不会，雨水都不会喷进来的那一种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房，小房这边来干嘛呢？看一下有没有灯啊？你看一下地上，哈哈哈哈，好笑哦！我像我今天穿这个猫的衣服真的是很刚哎。OK 啦，你看有这个肥猫在这边。OK， 所以它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space， 它现在是拿来做 cat boarding 啦，就是宠物猫你放在这边，如果你去旅行的话，那个猫是放在这边的咯。哇，那个猫很肥耶！啊！后面好像还有猫，哇哦，那猫很大只哎，嘿西，嘿西，嘿西，哈哈哈，所以这个 area 也是 extend 了啦，然后它有一架 aircon 在这边给那个猫吹冷气的，然后我们走进来，哇，很大间呢，那只要我开灯一下啊。哇 ，OK 啦，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cat boarding 的 service 这样咯，这边全部都是猫，都是猫笼，哇，啊，还有很多哎，过来看一下，喵，哇，很可爱，你看，这么久你放出来的，哦，它跑掉。他自己开那个猫笼跑掉啊！哇，很美耶！哦，哎，这个是不是你的天？哇！而且它全部很可爱耶，哇哇哇哇哦，这个就比较拍摄一点，喵喵，然后你看，哎，这个也是很怕，这个是那个 cinnamon 这样的那个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呢，那个 all my jet 的那只猫这样，啊，然后你看那个也是很 chill。哈哈哈哈哈！
摸摸。哇、wow, ，OK 啦！如果你们去旅行的时候，猫就可以放在这边。哦，哪一只最可爱？这两只啦，这两只最可爱。你看那个，这个也是很可爱。哎，后面还有一只哎，我现在才看到哎。哇，哇 ，OK OK 啦，我们来讲物质的，可以了啦。这样我们。现在我就给你做一个 conclusion 吧。In conclusion， 我们这一间 single story semi detached 在 Senardin 是一个 four plus one bedroom， 然后两个厕所的一间屋子来的啦。它的 land size 呢有 9.58 point， 很大很大。不过它整间已经是 extend 到完了啦。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它有算是两个 living room， 两个 kitchen， 一个 wet kitchen， 两个 dry kitchen， 然后后面还有 extend 到这么大来做猫笼这样啦，猫 cat boarding 啦。所以这一间屋子呢，现在是卖568,000 568K。如果你们对这间屋子有兴趣的话，或者就要来看我这件花猫的衣服，或者要来看那个猫的，来看他们的猫的话啦，都可以在这一边联络我啦。这样我们今年这个 video 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这个 video 就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 video 啦。这样我们明年再见。如果你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记得要 like， 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给你们朋友看，还有 subscribe to 我们的 channel 啦。Until next time， bye。喵喵喵喵喵，bye 。